今次介紹的是 M 機專用的摩打手柄。大家好，我是 M&K Camera 的 Frankie。 嗱，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其實係俾菲林機專用嘅摩打連手柄嘅。咁咧，佢呢度咧係裝咗兩粒電池嘅，嚇兩粒電池呢個係1、2、3A 兩粒，咁咧就可以令到咧你係快速咁樣可以捲到菲林，影到啲關鍵時候嘅相片啦。有時係可以做到連拍嘅效果嘅，咁當然啦，菲林連拍咧就唔會話太快嘅，但一般嚟講咧都係足夠噶啦。咁佢呢邊有一個掣咧，係可以控制到零咧就係關咗佢啦，一就係慢少少嘅速度，啊二咧就係再快啲嘅。咁佢因為呢度咧係可以同相機之間咧有一個聯繫咧，可以幫佢直接上菲林嘅。我哋而家試一試啦。咁呢個摩打手柄咧，其實可以俾兩款相機用嘅，一部就係 Leica 嘅 MP， 另外一個咧就係 Leica 嘅 M7 啦。嗱，首先咧就將呢個手柄咧套落嚟，咁啊上實佢。咁我而家就著咗佢啦，咁而家就可以用啦。嗱，你見到係好爽快嘅啊！咁尤其配合埋嗰一 pair 話M7 咧有A mode 嘅，咁可以同你調節翻嗰個快門速度啊，咁變咗咧就更加方便。咁當然啦 ，MP 亦都唔會話好損蝕嘅，始終係叫做 M 入邊嘅 professional。咁呢個仲有個第二個速度啦，咁我哋而家試下啦。是可以喐動得很快的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咧，關於呢個菲林機專用的手柄連摩打咧，可以嚟到我哋尖沙咀或者係旺角的門市咧，去親自去體驗一下嘅。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，俾個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